大家说这样的媳妇儿你觉得有用吗？我焦虑症，她倒好，带着孩子自己出走了，都不管我的死活。今天开始清垃圾，垃圾清理，放了一车完了，清理完了下午要来搭架，准备开始装外墙了。这一车满满的，全是垃圾。这房子要像这么看啊，看着还是挺大的。可是你这么看吧，看的又是那么一点点。等这外墙装就好了啊，你那整个房子看起来就更大了。你我现在感觉稍微动一下啊，还是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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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跳得好快哦。你的小心脏好像不如没办法。还有假药吧？没呢，还有几盒呢。这个车的机会是中医馆，是中药回家加好药，中药它不依赖性。我睡好了几天，然后变加上吃药，作息稍微规律一点，明显感觉有好多了。你饮酒啊？啊，给我，好像我叫你干的是。是啊，可以啊，刚才都是垃圾，现在起码都是。啊，平一下，都是好脾气。我感觉我们家是遗传的，我爸还有我奶奶心脏都是不好的。谁知道呢？你们这些爱操心的命。看我这又开始操心了，我这媳妇还有宝宝怎么还不回来？快回来了吧。从厦门过来应该还得一个多小时。Later， 你回来啦？想我了没有？嗯，还是你们舒服啊？不知道是你焦虑症还是我焦虑症哎？我焦虑症，是我焦虑。去散散心啊！这两俩昨天带着孩子去了厦门玩了一趟，按理说应该是我出去放松才对呀。我也焦虑啊，都得放松。都焦虑，都该休息，散散心。我们宝宝也焦虑，没得玩。那天我在刷抖音，刷的好像咱附近哪有一块地方可以漂流的。你就你第一讲嘛，你在。我发现这个焦虑症真的是会传染，我搞得我这几天在家里面待的，我也是堵得慌。一个心情不好，带动一家都不好了。为什么？搞得跟我传染给你们似的。你要不要上医院问问看有没有焦虑症的疫苗，我给你打一针。哎，但是有，我真的得去打。你看我这几天从你上次去急诊科到现在，我那几个晚上都没睡好，痘痘一下全冒出来。是千不该万不该，我就不应该生病。我现在自己调整，让自己看能不能想个办法高兴起来，开心起来。我看到这娘们儿我就高兴不起来。那我再走。拜拜。大家说这样的媳妇儿你觉得有用吗？我焦虑症，她倒好，带着孩子自己出走了，都不管我的死活。这样的老公见过吗？我都离家出走还不去厦门接我，还让我自己打的回来。要不然孩子你留给我，你们俩都离家出走。对呀、啊、你们俩自己去调理一下，我就可以带你到处玩。可以吗？叫爸爸妈妈他们出去旅游一趟行不行？然后你跟爷爷奶奶在一块行不行？可以啊，那你们去玩吧啊，你们去散散心。我早上还说了，哪天去看一下中医，开中药回来调。是啊，肯定得去调，要不然我们这样的睡眠绝对不行。嗯，我先把睡眠调。哎，现在就把生活节奏稍微放慢一点。先种好多地瓜叶。好吗？我看。他放慢节奏是你生活放慢节奏，不是说这个看不到。里面的虫虫要洗出来了。小红薯，红薯叶。小红薯的，我的爱心红薯叶。那你等一下多吃点。会长高高哟。是啊，长高高，帮妈妈干洗菜菜哟。一点热，一点泡个汤。那我就不炒那米水，炒个笋丝吧。真的好美吗？
炒青菜啊，这个盐多一点啊。这鱼啊，那个盐啊，下的时候把火先关掉。中间地方哎，炒出来还是比较嫩。吃完了，吃去吧。一点点吗？算一算。算一算，我给你接盆水。谢谢奶奶，谢谢你。把门开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你来，我也不开。爱吃米饭是吧？好。为什么很饿？是铲的垃圾嘛，装车厉害。放车啊，用机器铲的话很快，用人工铲一车，把人累干净。饿了直接车在下面帮不就倒上去了？那也就很简单了。哪像你啊？我们干的时候你出去旅游去了。对啊，很好吃的。很好吃啊！这频率跳得有点快啊。咱能商量一下不？下次你要去的话，商量一下。行。然后说了，闺蜜之间的谈话是见不得光的。那是的。悄悄话。哦。包括咱俩的谈话也见不得光。是的。咱们俩知道啊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找闺蜜是说我坏话，跟我爸妈也是说我坏话。妈妈有没有背地里说我坏话？我没有。说你坏话是正常。多少年了，长点坏话是有的。说坏话也能长得起来，那我不得长五年了？那你以为呢？你妈就是狠了一辈子，我都不理她，那喜欢咋说咋说，我才不理。爱过一辈子的吗？我有这么短吗？是的，还少了，还哪跟哪？你可以长坏话，但是你不能带利息。不带不带，我长完说完我就好了。别到时候连本带利越长越多。我不翻旧账的好不好？我说完我就好了，我啥都好了。夫妻嘛，哪有隔夜仇嘛？那不都是吵吵闹闹这样，像你们俩到了白天恨不得打死一个。打一巴掌，打一巴掌，打后一巴掌，你看到了是吧？都起来都是跟母老虎。那种都是你吃的馒头。哎呦，都会说成语了。那我要，我想要回家。你们谁要回家？我要回家。你回哪个家？我就回老家喽。你娘家在哪里？安徽。奶奶是真老虎，爷爷才是。